或是没有办法控制小便的学生，他们没有合适的无障碍厕所在学校，所以要用尿布才能上学。有一些学生甚至连换尿布的合适地点都没有。有些体重比较重的学生，他们没有移位机，请问一下协助他们的人该如何协助他们移位换尿布？我们没有移位机，没有助理，没有合适的无障碍厕所，只能忍耐，只有尿布。我们的教育官员还在跟我们争执，他们管理的教育场所符合现在的最低标准。到底什么是最低标准？我们今天要送出我们的邀请书。我想刚刚的这个需求啊，我们教育部都听到了，也看到了啊。我们回去之后呢，会加以审慎的评估啊，来一起跟我们这个身障朋友一起来加以推动。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好，协调会的齐晨，好，我们这个可以啊，我们在这一两周内我们就来召开，好不好？好，你要具体的这样的回应嘛，对不对？谢谢各位，谢谢。教育部长出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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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的口号从第一到第十四号，第一到十四，大家手上都有哈，都有一份。好，我们开始来。校园无障碍，学习无障碍，电影音乐我都爱，口语手语都重要，教育平权，共享资源，爱学助理员。协助受教权，我要沟通辅具教材，学习沟通无障碍，一个读高一，一个读小六，大家都称呼我刘爸。为了孩子的就学交通问题，以前我们全家几乎每天早上起来要一起打电话预约富康巴士。在经过一段时间跟政府的沟通和争取，终于争取到了特教专车，提供轮椅学童上下学的交通资源。我认为校园无障碍与学生人格发展是息息相关的，校园的无障碍环境是影响着孩子健全人格发展的重要关键点。教育平权，加油！学习去爱，学习去爱，学习去爱，学习去爱。
一起去那边，好乖。容学生被霸凌欺负，心侵害，哭诉不得，求助无门。抗议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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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谁？错？谁的错？谁的错？就是他。我错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大头啊！所以我们在这里，我想说，如果高中不去，一直有我愿意，是要给我用，还是要给教授用？然后我在这里，我想要讲的是，我要教育部提供多元化教育，适合我们的教育。知道，我正在找他。对，你帮我问一下，来点多的题。